嘉嘉嚟紧要见家长同埋结婚，想做一对父母。古早嗰时咧，你个样做乜嘢啊？古早嗰时咧，太夸张啦！古早嗰时咧，甩晒啊，甩晒，甩晒个角色。买喜酒啊，嚟讲下嘢得唔得啊？你今日食过饭未啊？你是我表弟，我是你的仔啊！不是啊，我哋是新娘阿爸嗰边的人嚟。唔系，听我讲。OK， 可唔可以讲多次？我抹翻低先。你是我表弟，我哋真的幽默喎、啊。咪讲咗三个原则，一客、二客、三都是客、啊、你是一个演员嚟，你同啲客之间只不过是一场戏嚟嘅啫。你唔好咁投入啦。唔投入我唔识做噶。呢度5000元，你哋扮得真系似。我嗰人食屎狗嚟。老公啊，唔好怒气，我点都支持你。哇，大佬，即系跳下舞咋，又唔系叫鸭。快啲，我同你跳舞啦，佢帮我 job 噶。Ow！醒紧啊！我人生最喜欢的就是做戏。你有没有当过自己是那个人？不知道现在怎样。他是出租来的，这段关系不是真的。中秋节快乐！老千啊，收了多少钱啊？我而家同时系三个人嘅出租老婆，我对住佢哋同对住你一样噶，完全冇感情。我人生做得最好嘅一场戏，就系对住我至开至亲嘅人做。嘿，今晚中秋节喎，你哋有咩做啊？